哎呦，嗯，多了，哎呦，你是平时有画eyeliner的习惯吗？我现在这边来到了槟城，有一个洗眼睛的地方。哦，传的，啊，爸爸，嗯，我怕我看他是把那个眼睛都翻开了。你小时候没有玩过翻眼，坏东西看太多了，眼睛要洗一下。 看太多什么呢？所以海豚看到很多冰淇淋啊，辛苦啦！好辛苦啊！已经吃了很多冰淇淋，要洗洗。我听说昨天有人去按摩了哦，怎么没和我说？你完蛋了！你也完蛋了！三个人一起去，难怪都没有回。原来去按摩。你们传讯息我都有回啊。安迪，等一下那个眼镜给他好好洗一下。 Zoom一下，no，我那个鼻毛比较多，像 eye massage，这个是，这是什么？睡觉，啊，辣吗？有一点点刺刺，这边比较清楚，哦，它是进那个进去了会流出来是吧？有灰尘的话戳它了哈，它就自己会结块结条。 嗯，他们讲的这只眼睛，这只是没有摸过他眼睛的咯，摸脂跟药水过的，散去没有结块结条。这只是刚才他右眼的。哎呦，我们来比看谁的比较脏，会痛吗？不会痛，但我眼睛敏感比较。冰城的姐，嗯，哎呦，你是平时有画 eyeliner 的习惯吗？灰针好多呢，怎么第二次这样短啊？这一杯都是很珍贵的，有马来西亚、台湾、美国。翻山淘宝卖，想办法放松松。可能平常没有翻开眼睛吧。难怪我最近眼睛的感觉好像过敏。我们出去看一下。沾水应该就是油渍。我现在看东西感觉照片调那个 saturation 一样，比较 sharp 一点点。可以喝下去。干杯。眼睛有一点点的干干的。哦，有时候萌萌的，可能就是油。如果你们想来的话，是在这边 Cuckoo Bird Eye Cleansing 吧，听说是百年的。 You ready？ 哎呦，脸还是大大的哦。先帮你眼睛按摩一下，放松放松。哎呦，好脏哦。Oh no！ 哇 ，Jamie，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你眼皮里面的样子。You look like an alien baby。来看看 Jamie 眼睛多脏，好，左眼比较脏，这都要多按摩。<笑>不能乱动，人家正在帮你脸部按摩，这样那个整个肌肉才会比较好一点。哎呦，现在是半夜，我们要吃宵夜。这个冰城啊，真的是可以从早吃到晚。刚才听说他这里的福建面好吃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真的是不小心点太多了，我不知道说它这里分量那么的大。那就慢慢吃哦。我要吃到4点早上哎。冰镇就是要吃嘛，福建面，它里面还有虾跟蛋丸子，这个是你想吃的皮蛋跟豆腐。巴古德，他问我是几个人，我说两个人，但好像应该跟他讲一人份。我说两人份的鸡肉不知道那么大，还有青菜。 宝贝，好，你算是烤肠，没尝尝看这个福建面。然后再试试看它的肉骨茶。哇，冰城的食物就是不一样，给你看一下时间，1:35。厉害厉害厉害！你不是说要减肥吗？ 嗯，然后嘞，想要跟正在减肥的不一样，谢谢宝贝，都很好吃，推荐推荐，这家叫 Greenhouse。Look at this damage。面快吃完了，面汤，肉也吃一半了，青菜也吃一半了，拿过去，拿过去好吗？再点就有了，不要再点了。我觉得冰城除了好吃，它的特色就是味道很浓，然后它的料也给很多，完全不小心。 有张照片吗？没有，但是好像也不错哦。不要看了。没人要的话，我们 OK 哦。